我是胡闹，今天和悠悠一起来搞毛线了。第一次玩毛线，决定做个简单的，那就来做一幅梵高的新月夜吧。网上的大神用了48小时才完成一管内，要简单。先用投影仪把画投到布上，照着画个草图。悠悠画的这草图绝对是世界上最草的图，梵高看了想流泪，然后就开始照着草图涂毛线上去啦。这个过程真的挺漫长的，我讲真好治愈啊！你看这各种颜色的毛线一点点叠加堆积起来，到最后拼成一幅画，真的超有成就感的。这是涂完毛线之后正面的效果，是不是还挺像那回事的？涂完之后，我们要在毛线的背面刷上胶水，这样毛线就不会脱落啦。我们还做了个杯垫，看得出来这是我的头像吗？把画布从画架上剪裁下来，用胶棒把边上多余的画布粘起来，然后粘上一层底，削减一下正面过长的线，给这些毛毛们剃个寸头，这幅作品就完成啦。总共耗时10个小时，并没有大神说的那么久嘛，简简单单，开开心心啦。关注我，一起玩更多好玩的吧。